就像我们在赛前在聊的时候也一样，棒球其实对小孩子来讲，它不是输赢的问题，而是一个教育的问题。这个球哇，穿过了三垒的防线，连上跑者这时候要往三垒走，打者再往二垒跑也是 safe。哇，这个球贯穿了三垒手的一个防线之后呢，一垒上的这个张泰山非常快的跑上了三垒，那借由左外野手先往三垒传，再往二垒传的过程呢，陈永基也上到二垒。相当的强劲，而且沿着边线，虽然于德龙很快的徒手去把这个球就做一个处理，